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挖了半天呢，看到这个滑槽没有，刚才都看到鳝鱼头了，这条鳝鱼又大又滑啊，有点大，退了吗？没看到了吗？哎呦，摸着头，老猛子，要用敲敲，这个要用敲敲，他跑到以前打的老洞下面去了，呀，哟。哇，还在退，这泥巴有点硬，有点黏啊。遇到这种事，莫要慌，莫要慌。哇，这乖乖。这鸡蛋头，然后它往哪边跑的？它就往这边打的，我要挖把那边摆挖了。往这边打，哎，没打到他了，打到他要跑进去，哦，机动车，呀，呀，长住嘴巴了吗？长住嘴巴，给你咬一个。这酸爽味，骨头都拉得响。哇，呀，哇，哎，出来吧，出来，哎，完了，他给我死，你往里面死。说都不说，啥都不闹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进来的老铁点过免费的红心彩照，来到潇洒组的货出面，别忘了主播点过免费的关注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户外精彩直播，感谢大家。